你玩策略游戏时是不是这样？明明大局已定，却还要忍受漫长的战斗动画。再看看我这边，跳过过程直接拿下。还有，你下载网盘时，速度是不是也被死死地盯在几十 KB？ 而我同样没开会员，照样拉满宽带。嗨，大家好，我是小易，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完全免费开源的加速神器 OpenSpeedy。它除了能给你的游戏提速，在没开 VIP 的情况下，让你网盘的下载速度提高100倍也不在话下。这是 OpenSpeedy 在 GitHub 上的官网地址，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这款软件本身是给游戏加速用的，但其实只要满足以下原理的软件都能用。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下东西慢，并不全是因为家里的带宽。就拿网盘来说，为了区分普通用户和 VIP 用户，运营商会在软件内部设置一套限速逻辑。比如给普通用户下载速度限制在 100KB 每秒以内，当你下载时，一旦接近这个阈值，程序就会调用一个等待或者降速的命令，让你慢下来。所以 OpenSpeedy 的原理是把系统反馈给客户端应用的时间截胡，然后换了个时间告诉对方，这样就能起到一个加速的效果。打个比方，我在搬砖，监工规定我一秒钟最多只能搬一块砖，但其实我手速很快，0.1秒就能搬完，因此我必须在原地摸鱼0.9秒才能搬下一块。而现在我偷偷把监工的手表调快了10倍，我还是0.1秒搬完一块砖，但监工低头一看表，哇，已经过去了一秒了，于是他会立刻命令我去搬下一块砖。这样一来，在现实世界的一秒钟内，我其实已经搬了10块砖，效率提升了10倍，而且监工也会认为我的速度完全合规。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技巧，完全没有触碰到网络层面，既高效又安全。好啦，原理都懂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它的操作方法和要注意的点。老规矩，先从下载安装说起。在官网找到这个 releases， 这个 latest 代表最新版本，点击这里有两个文件，它们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代码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上面这个是通过微软签名认证的，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安全弹窗，咱们就选它，直接点击就行。 OK， 下载成功。我们把刚刚下载的这个文件解压，这里有个建议，最好把解压出来的文件夹拷贝到一个纯英文的路径下，这样能避免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打开文件夹，它是绿色的，不需要安装，直接双击这个带闪电图标的 OpenSpeedy.exe 就能直接使用。这是软件的主界面，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在这里进行，其实也就只有两步了。首先找到你要加速的程序，这里列出了你电脑上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想要加速哪个应用，直接勾选它后面的复选框即可，可以同时给多个应用一起加速。如果启动的应用太多了不好找，没关系，可以在这里输入应用名称直接查找。选择好后，看到这个速度倍率的滑块了吗？我们直接把它向右拖动，想要加速多少倍就拖到多少，最高可以加到1000倍。不过千万要注意哦，不要一上来就直接拉满，最好是循序渐进的一点点调高倍速。下面我分别用一款游戏和一个网盘来测试一下，看看它到底有多强。现在我没有开任何加速软件，游戏画面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把加速器打开，找到这款游戏，选择加速，设置一个倍速。 OK， 返回游戏。哎，没有效果。大家注意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游戏里面是不是有垂直同步的设置，把垂直同步勾选去掉，回到游戏界面，这才是开5倍速应有的效果。再对比一下下载资料的速度，这个网盘文件夹里一共有2个视频，我要把它下载下来。我这个账号是没开会员的，点击下载。大家记住这个速度，稳定后基本会在0.1兆每秒上下浮动。现在
我把加速器打开，这里我们可以不勾选网盘的主程序，直接把 host 结尾的这三个进程勾选上就行，它们才是执行下载任务的核心。如果你不知道该勾选哪个，全部勾选上也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给个10倍，观察一下速度变化。可以看到速度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达到了每秒一兆左右。我们继续加，给到20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宽带的实际情况一点点往上调，一般建议不超过50倍。我们看看调整到20倍后的速度，已经可以稳定在每秒2兆左右。你看，稍微用一点科技与狠活，你就拥有了超能力才有的速度。但是爽归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小英在这里必须跟大家讲清楚。第一，这款软件是专门用于单机游戏的，有些在线游戏可能有反作弊系统，一旦被检测到，你的账号可能会被永久封禁，得不偿失。第二，加速倍率千万不要一下子拉得太满，有些程序逻辑比较脆弱，过度加速可能会导致软件闪退或者出现奇奇怪怪的 bug。 第三，它加速的是软件内部的时间流速，并不能突破你物理宽带的上限，如果你的宽带只有100兆，它就不能给你加速到1000兆。第四，这种欺骗客户端时间流速的方法只对那些把限速规则写在客户端里的软件有效，如果限速是严格在服务器上执行的，那它就无能为力了。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加速的目标程序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那么 OpenSpeedy 也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它将没有足够的权限去进行干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